迎参加这个希望你在为你而跑 Running for Hope 这个活动，因为女性癌症这件事情呢，也希望能够这个引起大家的关心。那所以跑步呢，可以降低这个发生的几率，也可以降低复发的几率。所以呢，希望大家都一起跑起来，用你的这个行动装置，不管是手机啊或者什么，能够用上面的这个软体呢，跑出 HOPE Hope 四个字。那像我在我们家附近呢，我就会找像合体呀、啊，你就可以跑出 H 的字形。那在你的这个行动软体装置上面呢，就会显现出这个字形之后呢，就可以上传。所以我们希望能够一个传一个，一个指明一个，大家为希望而跑，然后能够跑出希望啊、希望大家能够疯狂的参与2015 Running for Hope， 希望你在为你而跑。